虽然说立秋了，但还是天天38度高温呢、啊。收好这避暑六件套，给身体降降温。这天气热的，每天都好像待在烤炉里一样。这杯雪梨绿豆水啊，清热解暑，就像给你的身体装了一个空调，里面那些热气暑气给你散出去了。这个搭配也可以用破壁机打成雪梨绿豆沙哦，那这个就是妥妥的一杯解暑的小甜品了。沸水搬运工薏米，还有暑热搬运工冬瓜，这个搭配威力足够大，解暑降温。不是好多人都要做那个身材管理吗？也干一杯。解暑热的食材，荷叶要占 C 位。我加了雪梨还有茉莉花，喝起来就比较像水果花茶，草本的气息非常的突出，不单单是能解暑，连心情都可以凉快好多。早早有同款哦。放弃冰奶茶吧，这个才是饮料界的团宠啊，跟饮料一样好喝的养生小甜水毛根竹蔗水。天气热，气候干，熬夜上火，火锅烧烤，它都应该在场。食材比较难买，没有关系，我都帮你们配齐了，来找我吧。暑热真的太重了，一出门那个瀑布汗流个不停啊，出汗党们，三伏天要是没有这碗酸梅汤，那得多辛苦呀。一早起来我就煮上了，出门带着喝，舒舒服服的。酸梅汤的汤料包早早也有哦。